哎，我是南哥，哎，今天南嫂要煮一个不一样的南瓜小米粥，来哦。南瓜切切，南瓜，南瓜籽也不要浪费掉哦，南瓜籽也不要浪费掉，要把它蒸一蒸可以打豆蒸一浆，蒸搅碎，嗯。可以打豆浆。哦，是的。哎，开锅哦！你看，这是南瓜。南瓜，不是地瓜哈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南哥先试试哈。小米粥加葱油饼，赞哦。嗯。哦，寒冷的天气啊，吃一碗这个热乎乎的小米粥是非常棒的享受啊。嗯，来一口。嗯。再加点能量，嗯，满满的能量。好，我是南哥，欢迎关注南哥爱玩购，拜拜。